现在进行远传电信高速 4G 测试。当前连线频段700MHz 加上1800MHz 2CA 载波聚合，我们可以看到讯号的强度跟品质都非常优良。现在开始测速。我们选择一个 4K 影片来进行下载测试。我们可以看到速度相当惊人，这个是突破了200枚。现在正在下载一个 1.1GB 的一个 4K 影片测试。好，它现在在合并档案。OK， 现在已经完成，我们可以试播放一下。确实是可以播放的。OK， 我们测试就到这边，我们现在把影片删除。